華山初會，咁咧飾演啊一個仙女嘅咧，就係、是、啊女主角咧就係、是、羅秀兒小姐，咁咧就同阿林志偉先生咧就唱只華山初會啩，嗱俾啲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兩位。神清神态。
奇姐，哎呀，你何处是神仙啊？连头先嗰就竟系上三龙，家姐就非同凡响啊！多谢姑娘你赞赏啊！
难道这栋那天覆那地那是是月分那贵姓芳名啊，小姐？实不相瞒，我就系松木宫女儿，龙玉三公主。三公主，原来龙玉三公主，今朝玉叶女裙钗，失敬失敬。相逢信是有千缘，我无犯佳人又见怪。情必有真，你话神仙无玉殿，系啊，分明口不对心话。吓，我口不对心，何以见得呢？又你头先咁讲法，分明就系不打自招啦。哦。Oh.
有缘当我重相会，你且随烟雾别山崖啊，虽知处处不如留人，我今已犯了瑶台十戒。保重，仙家保重，保重。看得连步翩翩人远去，令我情深紧紧。仍怀你金花都跌埋啦，我脱翻屋企又可以落嚟。